之前啊，咪講好我拍嗰個新年短片嘅，係，但係而家好似冇啲消息喎。你哋邊個出嚟解釋一下？導演有出嚟交代一下冇？哇，唔係啊嘛，劇組得我一個人嘅咩？乜嘢嘢都導演啊？編劇寫唔出劇本出嚟，我哋拍條鐵啊！哇，怪我咯！我之前寫這麼多劇本給你，你不是跟我講成本太高，就是演員不夠，你想怎樣哦，大導演？啊，呢啲就係人講嘅説話，咁樣老實講啊，拍唔拍得成，都係睇你導演可唔可以拍嘅啫。哇，你哋做人公平啲好喎，啊，製作人，如果你揾到八折嘅話啦。讲真啊，那个什么苍蝇的世界如果有八折的话啦，我为什么拍不到出来哦？可是就是因为没有八折嘛，啊，如果我帮你找埋八折的话，我这个导演包办埋你的工作，喂，不如我做埋你嗰份嘢啦，你冇得捞噶咯，咁你仲坐喺度做咩啊？可是导演，我觉得我的剧本你好像没有给过制作人看哦，好像那部《深蓝之夜》啊。我给了你，就随便翻翻几下，就跟我讲拍不到。讲真的啦，有没有认真看的哦？哦，所以现在是我的错啦。啊，写这种 over budget 的剧本你没有错的。嗯，那个制作人对你不闻不问，你不怪他，你现在反而是来怪我。啊，像你上一次写那个什么无法跨出去的下一步，还是上一步，我都忘记了哦。那是不是跟你讲写得很好咩？你还想怎样我现在？喂，现在跟我讲写到好有什么屁用哦？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什么演员不够啊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啊！你讲让我写这么多剧本来做什么鬼？我本来还有一个题材是讲末日的，现在我都想一下，不然要不要拿出来给你看啊？我一想到那个剧本会被你这种导演糟蹋，我就觉得很闪哦。哦，所以现在你很不爽我啦，你很明显很不爽我啦。现在 OK， 算，我退出咯。我这个导演的位置给你们去做了，还是你们去找别人来做了？现在没有讲不爽你，只不过以事论事罢了嘛。我那些东西做了出来，你又讲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你想怎样哦？可是你们两个好像一起 attack 一起来损我哦，我平生平气跟你们讲话，你们都好像不要好好跟我讲话这样子啊。现在你还是要想怎样呢？嘈到幾時啊？我哋幾時先可以討論嗰新嘢拍咩啫？